你务必要把这份名册交给彭大人。还没，快跟我走。没有找到名册，朝廷又有忠义之士李彦等杀害了。魏忠贤贪赃枉法的证据还在左右刘宇儿手里。 左姑娘身上有一本很重要的名册，限你三天之内务必找到名册。先父便是左监督御史，也就是说，张居现在在我们桃源村。如今左氏满门被害，保护好清寒姑娘，我等义不容辞。不好了，村里来了好多锦衣卫。 现在怎么办？全力应敌。姑娘，现在我将名册交付于你。